今日带大家嚟另一个位于英国中部嘅监牧场，依家同大家睇紧嘅就系佢嗰度嘅官网。如果有兴趣，大家可以留意翻场地嘅规矩，同埋去之前系要买飞嘅。仲有佢个场地系包 lunch 嘅。呢个场我觉得特别就系佢 mix 咗好多 CQB 同埋 outdoor 嘅元素啦，适合唔同 style 嘅 player。睇翻地图同官网嘅航拍片，都会见得到呢一个嘅分别。同大家睇一睇 Google Map 上高嘅资讯。呢、这个旧嘅监狱场系位于英国中部屋坎呢个地方，即使未有车而活跃喺中部嘅朋友都可以方便去到，前提火车冇罢工啦。而火车站距离个场嘅车程系五到十分钟，系相对方便嘅。我是非常建议大家在英国打 game 之前买抗噪耳机啦，尤其打 CQB 场，其实不同的 player 都会掉不同的 flash band 啦、pyro 啦、入 blank fire 的 grenade 啦，其实真的很嘈嘈嘅。呢度見到咧有假人瞓住喺張擔架度啦，其實呢一個場係好得意嘅，咁佢會印咗兩張 map 啦，上晝同下晝咧都會有唔同嘅 objective 喺唔同嘅 time slot 去做嘅，咁其實就 keep 住大家去可能 push 某啲位啦，仲有比較 interesting 唔會話就咁去 team death match 咁樣嘅。其實啱啱大家都見到少咗兩次啦，最主要係咧。在这个 building 入面其实有很多 unknown 的 corner 和不熟场为主，除非你每一间房都掉一个 flash band 的话都很难 secure 到它。Stop that magazine.